可以请李明爸爸一下吗？可以吗？主持人拼命炒热气氛，李明一番话却让现场陷入冰点。记住，男孩子吧，假如人家叫你做一些比较笨的行为，就千万不要做啊，就是傻的时候就不要做，这也是属于坏人的一种。黎明亏主持人是坏人，让对方只能傻笑，糗到下不了台。接受记者联合采访时，也双手叉腰，很不耐烦。你大声一点。另外一半就是已经离开了自己，会不会有特别感触呢？我觉得这部电影吧，我就也不透露太多了。有缘分的朋友也会有他自己的方法就可以看到了，好吧？谢谢，新年愉快。最让人尴尬的是，记者问到一半，黎明竟然消失了。危险片。是幽默或不尊重人，粉丝自有心证。黎明语出惊人，已经不是第一次。因为我们看到海报是两个人背对背的嘛，然后中间是一个海报，我怎么知道是对背的？人家用电脑把它放对对。你不要这么纠结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们看到的海报是我纠结，你纠缠我。黎明回呛主持人，话越说越重。很想去理解你脑子里的为什么这块觉得问这个位置。真性情也好，耍大牌也罢，这也算是黎明出道30年以来另类的始终如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